把它转一下，这边。我没有担心过，因为我就是又好看又被记住。 好的状态特别重要，再来呢，我就是觉得要选那个好看的衣服吧。我是一个不喜欢被人记住的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美重要，这种美不是外表化的美，我觉得更注重的是心灵的美。你带着你自己善良的心灵去走这个红毯，别人看到你也是开心的。当然是因为今天这样美美的被记住比较重要。自己觉得美最重要吧。